有功夫就会有财富，欢迎收看功夫期货，我是期王杰帅。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要学会技术分析，战胜期货，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扫描影片中的 QR Code， 或者透过 LINE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 A 957，小老鼠 A 957，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请各位朋友务必记得帮我一个忙，请记得帮我的影片按赞、订阅以及分享。要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呢？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在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按赞的符号，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给杰帅点一个赞。要如何订阅我的节目呢？右下角这边有一个订阅的小铃铛，同样的，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好的，今天是2024年的9月12号，台北股市在今天开高之后呢，先拉回，然后再震荡走高。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9月期指今天的行情变化。今天9月期指开盘价开在21597哦，直接跳空开高。开高之后，早盘的高点是直接来到了21650，接着先往下修正回档到21461，然后出现了一个反扑大涨的行情，最高来到21780。整个当冲区间今天放大到了319点啊，今天可以说是多头的天下。但是今天应该要怎么操作才能够把行情变成钞票呢？关键点就是在一开盘，每天都是一样。台指期的操作啊，每天的开盘价都是关键的重点。这开盘价绝对不能够直接做多。如果开盘价直接做多啊，你不但赚不到，反而会赔钱。为什么呢？开盘价直接做多，各位可以看到，早盘是先杀到21461，你这个多单啊，可能就会在这个地方停损掉。所以今天一开盘是应该要先站在卖方。那要如何得知今天一开盘必须站在卖方，要用什么技巧呢？等一下我们的实战操作会跟大家说明。那如何掌握到今天这个低点转折呢？当然要善用工具。而这个工具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实战操作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好，那讲到台指期的当冲操作，我说过了，每天一定要观察一下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如果开在5日均线之上，代表多方控盘，开在5日均线之下，就代表空方控盘。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今天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哦。各位可以看到，今天加权指数开盘开很高，直接跳空开高342点。但是有个地方问题出现了，当今天跳空开高的时候，基本上你会发现它跟5日均线的乖离啊，产生了太大的正乖离哦，因为它跳空开高，所以在这地方正乖离过大的时候，根据葛兰碧的八大法则是不可以直接做多，因为当正乖离过大的时候，它一定会修正回到5日均线附近，然后呢再往上再做一个反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说明哦，加权指数开高342点，在5日均线之上，今天当然是多方控盘没问题，但9月期指开高591点，正乖离过大，各位我们看到，所以应该要等拉回做多为上策。既然等拉回做多为上策，所以早上这一笔单啊，一开盘就应该要站在卖方先给它空下来，然后去抓到这个转折之后，把空单回补掉，才能够反手做多上去。那这样今天就可以至少掌握到两段的行情。好，那到底怎么掌握到，等一下看我们实战操作就知道了齁。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KD 指标齁。KD 指标目前还是死亡交叉，但是我在昨天就告诉大家低点已经很有限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这几根 K 棒它都好好的守住这个21000点，而且 KD 指标已经来到了20这附近。我讲过了，当 KD 来到20附近的时候，代表呢它已经超卖了，严重超卖。那当然就很容易随时会有机会就出现反弹的行情。那我们要看一下 MACD 的说明哦。MACD 柱状体在零轴下方， MAC 跟 DF 目前还是死亡交叉，空方趋势没有改变之前，我们多单呢一样呢只做短线跟当冲操作就好了。那再看 KD 指标哦，现在还是在20附近啊，所以今天的反弹结束之后会不会再涨？我跟你讲，绝对会再涨，因为它现在在20这附近。那 MACD 呢，目前来看的话，很快的，如果台北股市再继续涨的话，它就很容易从死亡交叉再度形成黄金交叉。所以接下来行情啊，不要看得太空哦，我们看说明就好哦。KD 指标的 K 值、D 值、RSV 目前接近20超卖区，大盘区间震荡压力，我们就暂时观察这个月线反压的位置，大概在22000点这附近。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那我说过的这一份资料，我们每天早上呢都会分享给我们群组里面50000多个好朋友哈。如果投资朋友你也喜欢这一份资料的话，欢迎大家来索取。索取这一份资料并不需要花钱，只要你加入杰帅的 Light 粉丝团，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这份资料。现在各位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扫描这个 QR code， 我头顶上方一个 QR code 都可以直接扫描加入哈，或者透过我们的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 A。957直接加入我的功夫期货粉丝团，你就可以索取这份资料。那第一次加入的好朋友请记得齁，一定要回复888。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回复888的时候，我们会在一秒钟的时间直接把这份资料传送到各位你们私人手机的 LINE 里面，你们完全不需要花时间找，只要按888然后输入进去之后，我们就会主动的给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加入群组之后很简单，记得先按888再说。按了888，你所想看到的资料就会直接在一秒钟的时间传送到各位手机的 LINE 里面。那另外一点，我们也有在这个记事本里面会贴上这个技术分析的资料。什么时间点？每天早上9:30。在每天早上9:30呢，为了要让我们群组里面50000多个好朋友都能够看到这份资料，所以我早上9:30就会把它贴在记事本里面，让我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在同一个时间看到这份资料。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关注我记事本每天更新的资料。好的，那么学技术分析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杰帅要花30年的时间来学啊？因为学了技术分析啊，我们的操作自然就会稳健。为什么呢？因为在学了技术分析之后，你可以根据过去的历史资料，很轻易的从这些依据当中去判断今天到底是该做多还是该放空，你的胜率自然会提高到80%以上。就像你看我的直播节目，为什么经常都能够大获全胜？一模一样行情，为什么你在操作常常会做错，常常会赔钱，而我们的操作却是十拿九稳，而且都有80%以上的胜率？这差别就在于杰帅是花了30年的时间还有精力来研究这个技术分析研究报告。所以我说，投资朋友，假设你真的没有时间学技术分析的话，你可以直接来找我，因为杰帅会是你最棒的靠山。好，就像今天这行情，如果开盘跑去做多的投资朋友，就代表说你的技术分析的功力不够扎实，你完全靠感觉，觉得昨天美国股市大涨，觉得昨天台指期大涨，今天一定会开高走高，所以一开盘你可能就跑去做多。那这样一来的话，你今天就会很可惜，不但赚不到钱，而且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一段下杀的行情，你的多单被洗出场之后呢，反而在这个地方做空，再被扒一趟，那这样不是损失惨重吗？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没学技术分析的话，你可以来找杰帅，你看一下杰帅今天怎么动作的哈。今天现货开盘的一分钟哦，开盘的一分钟哦，杰帅连想都没有想，看到现货啊，这个直接开盘跳空开高。正乖离过大，我们马上试驾空。哎，各位，这个正乖离过大是葛兰碧八大法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析啊。我们看一下我的操作哈，九月期指目前的报价21552附近，收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试驾做空至少两口大台子。来，这是我们全体期冲会员的讯息哦。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今天早上没有一个人去做多，通通都做空。21552直接空单进场，那这空单进场之后，各位可以看到直接杀到21461，我们在哪里空21552，所以这一杀下来的时候，基本上杀下来的时候随便都可以赚100点以上。但是我们的会员朋友要如何得知这个地方要把空单回补掉呢？非常简单，我利用了多年的技术分析的经验，还有这个智慧，结合了 AI 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我研发出了大探集系统。这套系统它基本上有一个精算转折的功能，而这个功能在每天一开盘的时候，它就会计算出当天的转折低点以及转折高点。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会员自然就会知道说空单要在哪里补，多单要在哪里出。就像今天我们的系统在一开盘就出现了预挂做多21483，各位我们看一下今天低点21461，所以当今天一开盘的时候，我们会员都知道这个地方21483必须要预挂做多，他们当然知道空单要在这个地方把它回补掉。所以我们看一下，做空停利看支撑，21552做空，21483出掉，就跌了几点？138点。你们很轻松，各位，你只要看我的扣讯跟着我做，再加上这套系统，如果你也拥有的话，你这个空单自然就会补在21483。那如果你有这一套系统，你就会在21483再做一趟多单，也就是说等它今天早上拉回的时候，你才真正进场去做多，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神操作。各位，所以我说为什么我要推买鱼送钓竿的活动，因为我不但会给你一种扣讯，我还会给你一套系统，让你呢有扣讯也有系统，这个买鱼送钓竿的活动真的非常划算啊。投资朋友不要再想了齁，你自己乱做一通啊，虽然省下了会费，却把钱输在市场上，也是一样留不住这些钱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当这个地方做多的时候，行情最高来到21780，
各位，我刚刚讲了，我们的会员要如何得知这个地方要把多单出掉？很简单嘛，大探奇系统既然可以算出今天的支撑21483，它当然也能够算出这个高点转折。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高点转折系统算出来，叫21752预挂做空。各位，有了这一套系统，你进出都有一个明确的依据。所以我经常讲，做期货这个商品，它本身就是一个快很准的商品。而且做当冲的投资朋友，如果你不晓得当天的转折低点跟转折高点的话，你根本就不要做期货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战胜期货。在这地方，我们的系统告诉会员，既然要21752预挂做空，所以我们做多停利当然就看压力，483做多，752出掉，哇，这一笔单真的是很肥。大涨538点，那当然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如果你还想再做手痒的话，还可以再做一笔空单21752。那最后我们看结果哈，10:54，软底位员如果按照这个压力21752做空者，价差80点就可以在21672，就给它出掉了哈。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嘞，出掉之后嘞，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的结果哈。首先早上结算先带会员放空，那跌下来138点，接着嘞我们的系统的用户在21483做多，来到21752出掉之后再涨538点，紧接着我们的系统用户在21752再做空一趟，最后21672出掉，跌多少？160点，总共拿下了836点。我说最近的期货的行情啊，区间随便都有200-300点以上，机会很大。那投资朋友，你为什么不敢做？因为你没有把握，你会怕。那为什么会怕没有把握？因为你没有扎实的技术分析的功力啊，所以你当然会怕，你当然不敢出手，就连小台你搞不好都不敢做。那这里为什么结算一笔单都敢叫客户压两口大台？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出手都有绝对的把握。所以投资朋友真的不要再省小钱赔大钱了，你应该要花小钱来赚大钱。各位想想看，这836点代表167200块，你随随便便要参加结算一整年的会期，你随随便便都可以拥有结算一年的扣讯，你又可以使用结算的系统一整年，不到10万块钱，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呢？对不对？好，这就是今天台指期日盘的交易哦。讲完日盘交易之后，我们来谈一谈昨天啊精彩的夜盘交易啊。讲到夜盘的交易，我说过了，有很多投资朋友白天工作上班，根本就没办法做日盘，也没办法盯盘。到了晚上下班回到家，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这时候要干嘛？可以来操作这个台指期的夜盘。但投资朋友可能会说，老师，当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我真的很累，想休息，我根本不想盯盘，那要如何掌握夜盘的行情？那讲到这个地方，你更需要一套系统帮你盯盘。我们这套大探级期货系统，它具备了帮你盯盘的这个功能，因为我研发出了声音提醒功能，而这个功能它专门在帮我的会员朋友做盯盘的工作。怎么盯盘呢？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套系统基本上可以直接安装在智慧型手机里面，我自己也有装。好，那当你下班回到家，你不想盯盘的时候，很简单，把系统的当冲指标把它打开，再把声音提醒功能打开，然后我们的系统只要有任何的买进讯号、放空讯号、停利讯号，它都会发出叫声。虽然你没有在盯盘，但是你的耳朵可以听到声音。当你的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你这时候再拿出这个系统来看一下，到底它出现了什么讯号，然后完全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完完全全跟着系统的指标的画面下去操作，你就可以不用盯盘也能够赚到钱。因此听到声音再看讯号动作，操作期货就不需要盯盘，我们的系统会带进也会带出，让你轻松操作。那讲到操盘软体，投资朋友这时候可能会讲话了，老师，我过去也用过很多套操盘软体，没有一套可以让我赚钱。那当然啊，坊间的操盘软体我至少看过1000套以上，根本坊间的操盘软体就不能实战。为什么呢？其实期货本身就是很简单，多跟空两个方向，但是很多操盘软体为了做生意，他会一次给你5个指标到10个指标，那这个时候各位，本来多空方向你有1/2的胜率，当你看到5个指标10个指标的时候，你的胜率马上降低到只剩1/5甚至于1/10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能够赚钱？因此为了要改善一般坊间操盘软体的缺点，我可以把我们这套指标只设计成一个单一的当冲指标。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会员朋友保证不会选错指标，而且只有一个单一的指标是最清楚最明确的。投资朋友不但不会选错指标，而且保证跟我在直播节目所讲的指标画面，我们是100%同步的。我敢在这边大声讲一句话，等一下我所秀出来软体画面，任何一个会员看到的画面跟我所节目上所讲的不一样的话，我无条件赔偿我会员1000倍的会费。好，那这个做法更是简单哦，有两种做法。首先第一个做法，跟着箭头进场，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多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空单直接进场。当你看到星星符号，就代表你的部位可以停利出场了。好，那我们就来谈一谈昨天夜盘的交易哦。昨天夜盘交易做三趟，对三趟。首先，在夜盘开盘完没多久之后，出现了两次做多讯号，而这两次做多讯号来到了这个星星符号，各位你通通都可以小赚。一笔单赚53点，一笔单赚48点，只用一口大台，这两口多单啊，你就可以赚超过100点了，而且是在完全不用盯盘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掌握到行情。因为这个箭头它会发出叫声，这个箭头也会发出叫声，这个星星符号它也会发出叫声，你自然就懂得如何进场，如何出场。而下半夜的时候，它又再出现一个箭头向下的放空讯号，你完全跟着做，来到星星符号把它补掉之后，再赚一趟116点。而今天我们系统开盘的时候是先做空哦，跟我的扣讯会员是一样，空下来赚46点，而且做多一趟上去64点，把这全部加起来，各位你可以算一下，已经超过了300点的价差，而这300点的价差就等于6万块，你至少可以参加结算半年的会期啊。而且同时拥有扣讯，而且又同时拥有软体，这是第一种做法、哦、你只要按照箭头按照停利讯号来做，这些钱你都可以在不用盯盘的情况之下轻松掌握到。接着讲第二种方法，跟着探极星星进场。探极星星是什么呢？我们回到上一页可以看到，这个叫探极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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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探极星星就是一个多空转折点，当你看到多单停利提醒讯号出现的时候，代表行情已经涨很多了，这个时候空单呢在高点就可以接着进场。而当你看到空单停利提醒讯号出现的时候，代表行情已经跌很深了，这个时候你的多单呢就可以直接进场。各位刚刚所看到的用箭头操作方式是这样，如果你按照星星符号操作，你真的会赚到爽歪了，真的。你看一下，这里是多单停利提醒讯号，如果你在这里放空跌下来回补掉的话，你一口空单可以赚363点。而这个星星符号你敢做多的话，昨天至少有600点以上的价差空间。换句话说，在昨天的夜盘里面，投资朋友只要这一套系统，你跟着星星符号来操作，你光昨天一个晚上就可以赚超过1000点。这绝对不是夸大不实的这个软体，这绝对是真枪实弹的操作、啊、而在今天你可以看到杀下来这个地方有一个空单停利提醒讯号，你只要跟着做多上去，基本上来到这个多单停利提醒讯号出现的时候，你可以大赚282点。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从昨天到今天只做三笔交易，你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符号来操作，你已经大赚超过1300点了，1300点等于26万，你只用一口单。所以如果说在这地方投资朋友真的有兴趣要成为期货的赢家的话，这个买鱼送钓竿的活动真的非常划算。各位，我们有大探极系统，我们有期冲讯息，我们有选冲讯息，三项商品我们买一种会送你一种，你可以同时拥有两种商品，随便选择两种商品，各半年的会期，总共一整年不到6万块，只要5万多块，你说划不划算？如果你觉得划算的话，这通电话一定要赶快拨通0800-370-888，欢迎各位直接的来报名这个买鱼送钓竿的活动。另外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如果你的资金部位有超过300万以上，我们更欢迎你来参加这个试贷活动。结算现在成立了一个期权清贷班，这个期权清贷班是投顾业界曾英杰首创的，先成功再成交的一个专案活动。什么意思呢？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如果你的资金部位有300万以上的话，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找结算，因为结算全面开放试贷，全面开放试贷。这个试贷活动请你放心，我不会事先跟你收取任何费用，运用各位的资金，结合结算专业，你来参加试贷活动之后产生真正的获利，我们再来谈入会的问题，再来办理入会手续。所以在这里300万资金我会带你做10口大台，选择权一笔单会带你重压200口，看你喜欢做期货或做选择权，我都可以让你来试贷，我都可以开放试贷，而且是我本人亲自用电话的方式来带你操作，我会透过手机的 LINE， 我会让你加入我的 LINE， 你会加到我手机，我本人使用手机的 LINE， 你直接用我结算本人的 LINE，成功带单再办入会手续就可以。换句话说，你不用先缴交任何费用。参加结算老师啊，你只要有300万的资金，你可以先来试贷哦，你先可以来试单，试贷成功之后呢，再办理入会手续就可以了。那当然了、啊，这会有一些门槛的限制，跟大家说明一下。当然，为了要控制好服务品质，也要控制好带单人数，我们设立一个资金门槛，要超过300万以上，并且。请你有胆识敢压十口大台或者200口选择权的投资朋友，你再来做报名的动作，可以接受我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欢迎你报名哦。
如果你有自己想法的人，就不要报名参加了哈。这个世代活动，我们欢迎有霸气的投资朋友来报名，0800-370-888。那你可能会说，老师，那你今天世代的这个清代会员你怎么带的？来，再来看一下，今天开盘价是不是要做空？那开盘价多少？21597。那个开盘价21597能不能空到？当然可以，因为我8:46啊，就请我的会员朋友挂单，你可以去对价对时哦，这个绝对可以穿价成交哦。9月即止挂开盘价21597，做空十口大台子，来这个地方做空成交之后，行情直接杀下来，各位，行情直接杀下来，各位可以看到杀到21461啊，我在哪里回补？各位，我在21483把它回补掉，各位可以看一下，9月期指21597空单挂21483平仓，那全部平仓之后就赚了113点，十口单就赚1130点，这一笔单入袋226000块。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当你一笔单获利二十几万，你只用300万的资金，你获利二十几万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一定很开心嘛，因为这样子做一趟你就可以赚二十几万，你当然会很乐意的参与结算的世代嘛。那还没结束哦，当这个地方把这个空单回补掉之后，我再做第二趟。来，第二趟我们21483是不是今天的支撑？我们系统算出来支撑。那结算在10:57的时候，告诉我们会员朋友，9月期指挂定价21483做多十口大台子。各位，今天的低点在9:15出现，那21483呢，其实在10:00的时候还是可以成交齁。那这成交之后呢，基本上做多之后呢，扣除掉一点的成本，全部呢在这个21752平仓之后呢，总共赚了几点？2680点，因为这21752是今天的压力点。那这个压力点基本上呢，把它给平仓之后呢，就可以大赚53万6千块，53万6千块。所以今天的两笔价差，各位可以看到，总共赚了762000块。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当你世代成功之后，你今天用300万的资金赚到了762000块，各位，你会不会很乐意的成为结算的会员？当然会嘛。所以这个先成功再成交活动，为什么我要持续的开放下去？因为我发现投顾业界有很多老师只会吹牛，根本就没办法实战。所以真正会实战的老师，他应该是要完全全面开放世代的活动，让投资朋友热情的来参与。因为一间餐厅的东西好不好吃啊，他一定会希望大家来试吃。如果东西真的好吃，他当然巴不得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来试吃他的产品。而我也一样，我既然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带会员赚钱，我当然很乐意的接受挑战。投资朋友，如果你有300万以上的资金的话，欢迎你真的来报名世代活动，你一试就会成主顾。就像今天的台子期操作结算的多空双向灵活操作，共计掌握到了762000块。各位，像这样的一个操作绩效，值不值得你来尝试？值不值得你来挑战结算的专业？当然值得嘛。那至于报名的方式，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一个好消息，现在结算的世代活动是全面性的哦，股票、期货、选择权，我全部都开放世代，不管你喜欢做股票或者是做期货或者是做选择权，我们全部开放世代。至于要如何报名世代呢？各位有两种方法齁。首先我们先讲 Light 的好朋友。Light 的好朋友，我们群组里面有5万多人。我跟大家报告一下，5万多个人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们不会打字回复你任何世代活动的内容。麻烦各位投资朋友，如果你是我 Light 的好朋友，你真的有诚意想世代的话，就请你直接留下手机号码。好，把手机号码留下来，我们的服务人员会主动通知你。毕竟如果5万多个人每个人都留下一个问题的话，我们的小编根本就没有那个时间打字回复你。所以请各位留下手机号码，由我们的服务人员详细来说明哦。那如果你不愿意留电话的，代表你诚意不够，你就不要再打扰我们了。真的有诚意的人就会配合我们的方式留下电话号码。那第二个方法我最喜欢，欢迎投资朋友你可以主动亲自来电报名哦。主动亲自来电报名这种人，代表他是真的想要参与世代活动，所以他才会打电话进来。这个电话号码请你记起来，0800-370-888。而这个电话它是我们公司的免付费电话，就算你用你的手机来拨打我们公司的免付费电话，我们公司也会帮你支付电话费。所以真的有想要报名世代活动的投资朋友，欢迎你直接来电报名，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透过直接报名的方式，我们的服务人员跟你一对一的交流，你有什么问题在电话里面就可以直接讲清楚说明白，解除你心中所有的疑惑。而且我再强调一遍，参加世代活动对你绝对不吃亏，
因为我世代不会事先跟你收取任何的费用，等你真的赚到钱之后再入会。换句话说，结合各位的资金，再运用各位运用杰帅的专业，我们两个携手合作，做一笔单。当真的获利，像今天获利这多少钱？获利76万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很乐意的成为杰帅的清代会员，不是吗？而且这76万，你只要拿其中的一部分来加入会员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先成功再成交活动，对投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你不用事先缴交任何的顾问费用。所以在这个地方，顾问费它绝对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你不用先缴钱，门型高级，你听我讲意思，期货跟选择权我全面都开放试戴，不会事先跟你收取任何费用，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我要证明我的专业，所以我不需要事先收取任何费用。等你真的试戴赚钱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心甘情愿的成为我的会员。所以在这边我要告诉大家，我的所有的清代的会员，每一个人都是先赚到钱才办理入会手续。所以杰帅本人亲自带你操作，先带单成功赚到钱，你才需要成为我的正式会员哦。投资朋友，欢迎你踊跃的来报名哦。报名专线是0800-370-888，手机一样可以拨打得通。周休二日，我们公司照样有值班人员，所以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打电话进来报名试戴活动。希望各位，我能够借由你的资金，再运用我的专业，我们两个携手合作，我们两个一起来做一笔单，让我们的获利变成我们共创双赢的结果。欢迎投资朋友踊跃来报名。好的，今天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直播进行到这边。祝福全国投资朋友操作顺心如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期货市场诡谲多变，唯有实战才是王道。每周一至周五准时收看七东森财经新闻 YouTube 直播节目《公司期货》，由期货大师杰帅教您硬底子、真功夫。